刀不看路。真玄，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荣金针，荣金针，安科长，您找荣金针干嘛呀？他说去上厕所，我去看了，厕所里没人。我看见他了，在哪儿？他刚刚出去了。他不会又跑了吧？别管我，把他给我追回来，快追啊！你干嘛？上哪儿去？往哪儿跑？我保安。我什么我？跟我回去。他什么他？逃兵。你想把安科长急死是不是？不是，走。啊，不是那个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啊，走。荣金针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对不起，你甭跟我说对不起，还想跑是吧？当逃兵，早知道你这样，还不如把你送回麒麟妖关禁闭呢。我没有，我以为我能帮上点忙。你帮什么了？你不帮倒忙就不错了。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那个人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个眼睛，那个鼻子，还有脸，还有胡子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那个人。在哪儿看见的？楼下，厕所。老实在这儿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